Hello， 我是伍佰，现在又来到这里了。看一下去，二卷仔。哇，卷仔好大条。放我有等一挂迄摆的落去啦，我嘛无去钓，所以我嘛唔知讲伊要食。其实你钓袂平就会知。哎，你即摆水细，我唔敢等落啊，等下我时间鱼也食袂起，污染水质啦。其实钓麦片其实还好啦，麦片不太污染啦。哦。哎呀，咱那是讲有麦片吼，其实。它袂污染啦吼。其实都还好啦，主要是垃圾啦。其实那种东西都会分解掉，但是都还好。哎，我就怕太多水会臭味。没啦，没臭味啦。因为吼，这个环境主要的关键点是在于水流在控制。啊，你若是自然环境的话，哎，就都还好。好。啊，你敢有卖带嘛虫？无。无。搞面包虫呀？哎。啊，拢卖有钓具行哦。钓具行甲。安得好啊？嘿。哦，钓具行较少啦，拢。这是日月潭嘛，有人在用。刚刚遇到一个卖面包虫的大哥，他跟他聊一下，还不错啊。他给我几条那个面包虫，我抓那个比较刚脱皮那种。OK， 毛口鱼，吃面包虫。哦，很多。哦，很好。母的。他用了一包老宝王鱼食冰的 ，OK。一颗。
饭喽。马口鱼，看吃不掉。面包桶，橄榄黄系统，你这
山猴子。大麻那小黑蚊很多，冰冰啊！冰冰的冰冰。冰岛，叫做一个红江脸。啊！尾巴被咬到，那个被什么咬？Cool.